직업? 这可以转了，我在坐着，老着。喂，你喝啊？你不喝，你不要喝了。我点两个的。反正这可不能借钱，怪屋头怪我们兄弟，确实兄弟。不来了。我惨就惨了，惨惨了。我这几年不喝了吗？是不是？地吧，那也不考虑三分钟。哎呀，那咋好？这小伙子咋样？也不考虑三分钟。咋样啊？这踩到局了，我咋样？我给你打个十分咋样？Yeah.
那外部平外多少？这一捧要输呀。我来到他不懂了。